这场地里那哥们儿谁呀、啊？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许光辉，不过呢，更愿大家的是，我还是中网明星队的队员，所以今天我在这儿，我要主持一个很特殊的颁奖典礼。大家看到我身边站的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吗？他就是我们挑战赛的球童，而且是优秀球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举行挑战赛的优秀球童颁奖礼。这里呢，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请出这些优秀球童，有请。那这些球童呢，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哇，看他们好精神啊，好帅。我们这些球童呢，将在接下来的中网比赛中为中网也进行服务。来，我们往这边站一点。那谁会给这些球童颁奖呢？咱们往中间站一点啊。来来来，往中间站一点，对，站到中间。颁奖嘉宾非常有分量，非常特殊，我相信球迷们对他会很熟悉，那就是七届大满贯的得主，前世界女子 number one Justine Henin。我们有请海宁来为这些可爱的小球童颁奖。Now we are very glad to invite Justine Henin, 7 Grand Slam winner and former world number one, to deliver the award to the voting. Hello, Justine, hello. Hi,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today. We know that you also have your own tennis school, 6 kids, here in Beijing. S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the kids?Well, that they have to believe in their dream and give everything they can to play tennis. I know tennis is growing up a lot in China. I'm very happy for you guys, Victory of Lina, the French Open,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a lot of kids start to play tennis and very proud of it. 海宁说，因为现在中国呢，网球也是非常火热，我们有像琳娜这么优秀的球员，她希望这些孩子也能够努力去追求他们的网球梦。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Would you give your words to them? 好，我们现在有请海宁为这些优秀球童颁奖。我们这一次的中网挑战赛是用了80个球童，那接下来的这个在9月底10月初举行的中网正式比赛呢，将会启用160个球童。海宁在中国也开了他自己的网球学校，我相信熟悉的球迷们一定会知道这个网球学校的名字叫做 Six Sense 第六感。
问问咱们的优秀小球童，你告诉大家你有多大年纪？我今年13岁。你打老球吗？打了多少年？16年。大家来做球童高兴吗？高兴。有收获吗？认识了更多朋友。哇，认识了更多朋友。那接下来的中网比赛，我知道你也会继续做球童，你最希望看到哪些球员来打比赛？我希望看到德约科维奇和罗迪克。哦，这是他的偶像，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那我在这里特别高兴地告诉大家，刚才他提到的两位球员都会参加我们的中网比赛。好 ，Thank you very much, Henin. Thank you. 好，我们有请这些球童先退场，因为接下来呢还有一项颁奖。先退场 ，Yes. 接下来 Henin。We should please remain on stage because we have one more award yet to give. 那就是我们的 amateur champion， 我们的业余赛的冠军。我们有请冠军得主上场。也有很多业余赛事在举行，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上台的运动员都是民间高手，他们在七人团体大作战的不是，是抢七，不是七人啊，在抢七团体大作战的比赛中是赢得了两个组别的冠军。所以他们不仅仅赢得了这个奖状，还有奖金。我们有请海宁来颁发。This is the prize. 现在他们获得的这个奖品是中网的入场券，这个是奖金。也恭喜刚才获奖球童和获奖的业余球手，谢谢，再次恭喜你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各位继续观赏女子组的决赛。Thank you very much, Henin. We hope to see you in China again. 观众朋友们，比赛即将开始，请您抓紧时间就座。即将开始的是日本选手奈良麦对中国男排的选手谢淑薇的女子单打决赛。Ladies and gentlemen, start the women's single final between Lumi Nala, Japan, and Xie Shuwei, Chinese Taipei, is about to commence. We ask that you take your seats.